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在美国拜登新政府上任两周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中美关系发表了谈话。杨洁篪表示，过去几年以来，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的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对手，是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希望美方超越大国零和博弈的旧式思维，和中方一道，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二号表示，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框架，但是竞争和合作可以同时进行。普莱斯同时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首先是要和紧密的盟友沟通，之后才是在多个领域和中国展开接触。而拜登政府在美俄关系上则出现新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号发表声明，宣布将把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到2026年2月5号。美方强调，和俄罗斯展开合作的同时，美国仍十分清楚俄罗斯对美国和世界构成的挑战。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北京直播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一起来关注中国最高层级外交官首次对拜登政府表态，中美关系如何纠错步入正轨。先来关注董秋一的这次报道。继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号宣布，美国将与俄罗斯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五年，有效期至2026年2月5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俄关系将一帆风顺。白宫发言人表示，拜登不会在对俄政策上退缩。He has concerns about a number of areas of their reported interference, whether it's in elections, in the hac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larWinds hacking, I should say, reports of bounties on American troops. There's an ongoing review that's happening.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是拜登上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外交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切实成果，也为俄美关系奠下战略稳定的新基石。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在军控议题上 Q 了一下中国，呼吁关注中国核武器库现代化和发展。这也让外界想起，拜登的外交电话已经从欧洲、亚洲打了一圈，但中美领导人尚未通话。和白宫前任主人大破大立的行事风格相比，拜登作风明显不同。由于白宫此前表示拜登将耐心地处理中美关系，相信美方的发言草稿显然没有准备好。为了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顺应两国民意和历史潮流，聚焦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二号在北京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了视频对话。杨洁篪批评了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实行了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对手，是对中国的战略误判。杨洁篪还指出，中美恢复正常交往，双方要相向而行，在妥善处理中美分歧矛盾时，双方应尊重彼此历史文化传统、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The Chinese government takes a stable and consisten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prepared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move the relationship forward along the track of no conflict, no confrontation.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美国国务院当天回应表示，中美关系既存在竞争，又有合作。拜登政府将首先与亲密盟友就对华政策达成一致，然后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奠定基调。如何解读杨洁篪对美讲话？军控续约，美俄近期互动还有何看点？白宫易主，拜登对华政策会有何不同？我们相信中美合作不仅能够实现双赢，还能够达到。多赢，共赢。事实上，在美国大选之前，10月24号，拜登当时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和敌人。我们首先有请在莫斯科的宇光，我们先聊一聊美国的敌人俄罗斯。看起来这一会儿美国和他敌人合作了啊，正式宣布延长和俄罗斯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莫斯科方面有什么反应？那么，就是2月3号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美的这个条约呢，已经进行了外交文本的交换，也就是说，这个条约昨天已经正式生效。
可以看到上一次这个条约的双方条约的签署，就是说有一个条明文的规定，就是在7年后呢，将各自检查所部署的核弹头削减到1550枚，以及核导弹发射装置的和可发射的核武器的这种轰炸机等运载的平台呢，应该减至800件，其中呢已经部署的核弹头运载工具的数量不得超过700件。那么也就是说，新削减战略武器俄美签署之后延期了。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条约，就是监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开放双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呢来各自来检查包括这些核武器啊，包括它的运载平台的这种7年后的这个数量。但是到目前为止，俄美两国的这个美国已经特朗普已经宣布公开退出了这个开放天空的这个条约。昨天我们关注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约旦外长会见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记者也是提出来有关于开放天空的这个条约，俄罗斯目前有什么样的立场以及他的打算。那么拉夫罗夫回答也是非常的明确，他表示呢，就是说如果美方有建设性的提出一些意见，对开放天空能做一些对话，那么俄罗斯是准备好的，但是俄罗斯是反对任何的歧视和不对等。可以看到有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些内容，俄罗斯方面就是参加这次谈判的里亚布科夫副外长，他已经明确强调内容没有做任何的修改，而且呢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额外条款。那么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此前里亚布科夫公开表示说俄罗斯现在有一种高超音速的导弹，这就是先锋匕首这类型号的一些高超音速的武器。那么俄罗斯里亚布科夫副外长他已经强调俄罗斯可以就是说考虑到和美国在延长关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呢，可以考虑将这些导弹的弹头呢它的数量来进行一个检验，然后进行一个谈判。但是呢我们关注到前天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文本交换之前的前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又强调，就是说新削减的战略武器条约的俄美呢，它不包括未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这种组成结构以及它升级的这种可能性。科夫，好的，谢谢余光。再来有请在北京的滕俊群教授。我们看到不管前总统特朗普是多么的无法掩饰对普京的这种感情，也无法掩饰美俄关系每况愈下的窘状那现在拜登一方面是和俄罗斯进行军控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的批评也是比上一届的政府要强硬得多，是不是可以说和特朗普相比，拜登对俄罗斯的政策会更加强硬？应该这么看吧，我觉得还是跟特朗普政府期间对俄政策是有关的。那么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呢，我把它叫做二元化的一个对俄政策。那么从总统来说的话，特朗普是希望改善跟普京的关系，跟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第二方面呢，其实美国国内政治呢还是极大的限制了特朗普总统发挥他这种改善美俄关系的努力。那么现在拜登呢，同样也是面临这样一个考验，他的这个对俄政策也是二元化的。并不是说拜登现在他怎么样，其实就是说，一方面呢，美国需要把俄罗斯、把普京呢作为一个天然的敌人来吓唬欧洲国家，来使自己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能有增加军费的这种这个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国内的政治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说拜登总统呢一味的向俄罗斯这个光是一面的强硬，他还会放软一些身段，对于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些合作呢，他还会进行下去。比方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既是民主党的传统，同样的也是拜登的一种诉求。那么在很多时候呢，可能是表现出对俄罗斯这种咄咄逼人的施压态势，那么它是一个国内政治需要，也是在国际上
能够把自己盟国拢在自己旗下的一种需要。那么从那个拜登的外交手腕来说的话，他不可能像特朗普那样，要么就是希望能够改善跟普京的关系，跟俄罗斯关系，或者是呢这个一味的恃强制裁俄罗斯。那么他还会表现出这种柔软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把俄罗斯当作主要威胁同时呢，他还会加强跟俄罗斯在某些领域，包括军控裁军，包括维持两国战略稳定方面的合作。好的，谢谢滕俊兴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美国前总统和普京站在一起，美国现在的总统和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啊。好，再来有请在上海的沈毅教授。我们看到杨洁篪发表的对中美关系的谈话，可以说是引起了海外的广泛关注。那么他就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向前发展，中国如何看待、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做了明确表态。那么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中美关系是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不是秘密。您如何来看待杨洁篪这份讲话释放的信号呢？我觉得，杨洁篪这通讲话所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第二，中国政府对待中美关系的那些政策的底线，包括我们希望发展一个怎样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我们希望在哪些领域，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防控疫情、防扩散、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等诸多领域与美国展开合作，我们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同时，我们明确列出了在哪些领域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所在，是我们不希望美方逾越的红线，或者说中美以及中美如何在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有效管控分歧，把目光聚焦于建设性和合作性道路上向前推进，中方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说法。这是中国对美战略的政策，它的整个底线、目标、诉求、路径的一次清晰的、非常完整的展示。我们向美方系统的和盘托出了对于美国的所谓的战略打算，并且希望用这种透明和真诚得到美方积极和建设性的回应。是的，我们看到杨洁篪在这一篇讲话中也用了许多颇为强硬的词汇，比如说极端错误、前所未有、极端困难，把这个美中关系现在的困境是归咎于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团队的政策。并呼吁正确认知中国，并提出警告，触及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议题碰不得。这种语气似乎在之前是比较少见的，你有什么解读？我把它解读为是一种非常坦率而自信的表达。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去讳言或者去粉饰，或者用一些美国人的讲法，你中国能不能找出一些自己也应该承担的责任，来满足华盛顿那种政治氛围，或者是某些政治精英的这种，甚至是某种虚荣心的需求。但我看来，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国家来说，双方以一种坦诚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方式，去客观地看待和理解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所应该做的那些事情，是应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不应该像一个巨型的婴儿那样，他居然对于另外一方对他说话的语气的微小的变化就表现出如此的敏感性。或者倒过去讲，如果美国的国内政治氛围以及美国精英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演变和脆弱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话，那么也预示着中美关系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是的，谢谢沈毅教授。再来有请滕俊兴教授。我们看到近期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就中美关系的表态，白宫说过对中国有充分的耐心，布林肯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看来释放的信号都是还是善意的，您有什么解读？应该说拜登上台以后呢，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少这个双方呢，在经过特朗普四年甚至往前延伸，你比方说2009年开始，美国呢开始要平衡中国，要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中美力量平衡或者旧有的力量平衡已经被打破或正在被打破。实际上这十多年来讲的话，是中美两个关系进入一轮再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十多年的反反复复的博弈或者较量，我相信呢，两国呢已经明白了对方的关切，明白了对方的需求，所以拜登现在不急于表态，
不急于跟我们的领导打电话呢，他还是要慎重的考虑怎么样出牌。这点来说的话，不像特朗普那么横冲直撞，这也是拜登政府现在能够在很多层面上表现出积极改善跟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拜登到了拜登政府这个时刻呢，其实中美两国呢在方方面面呢都有了一定的互动的经验，或者是呢现在不管说话也好行动也好，基本上都在一个平面上，那么接触对接相互发的信号能够迅速的接收，这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主要是双方力量平衡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力量平衡过程当中肯定会有起伏，会有摩擦，但是我觉得中美两个关系回到这个正常的轨道上，或者是维护稳定理性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呢，已经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好的，再有请沈毅啊教授。我们看到杨洁篪在讲话中也提到了31次合作，虽然也是大力的批判前任特朗普的这种不作为，如何来理解杨洁篪在谈话中提及的一句话，叫中国政府对美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对于美国的国家战略，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期许是稳定的，是连续的。我们始终希望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去克服双方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分歧，把这个分歧管控在一个有效的范围之内，同时最大限度地将目光聚焦于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可以实现双赢的那些建设性的合作的领域。所以我们持续地不断地向美方释出中方愿意再跟美方进行合作的这么一种态度，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往前推到1979年，推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每一个时期，中美之间的这种合作都不是以所谓中国在核心利益上向美方做出让步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的。现在可能有一种误读，有人尝试用一种措辞表态和语气上的细微差别来认定说，在不同时期中国对待自身核心利益和中美之间合作关系的这种政策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是一个显著的误判和误读。从杨洁篪的表态和发言上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当然在不同的实力对比下，一些具体的技术层面的会存在差异，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的，谢谢沈毅教授。那么中美关系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步入未来的正常，需要做到一些什么，对于双方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待会儿再聊。新时代下的中美关系，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啊，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沈毅教授。态度是有了，大家都展现出善意，那么中美关系怎么样去做恢复正常？你有什么样的解读？我觉得还是要拿出举措来。中方的态度很清晰，我把我的底线讲给你听，然后同时中方也给出了很明确的一些清单，美方心理上受不了说你给了张清单让我去干，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当中包括什么停止骚扰中国在美留学生啦，这个关于对于中美人员交流的这些骚扰啦，对于中国企业的不当打压，这些是美国主动采取的错误举措，它损害了中美关系。你要中美关系回到轨道上去，这些东西你一样都不改，那怎么回去呢？所以这些事情目前来看主动权还是在美方这一侧，而拜登所表现出的所谓的耐心他也会有一些举措，可以理解他国内政治上的日子不太好过，有特殊的这种政治上的考量。你看到共和党追杀他的那个商务部长提名，就是你必须要保证你不能把中国公司给放出来，否则我就不让你当。你在有这样一种恶性的国内政治氛围的制约下，你要拜登在口头上怎么样去做肯定也很难，所以他不急于去发表那个讲话，但是在实体上包括关税的问题啊，具体的人员交往啊，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技术性细节，看吧，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积极的迹象能够发现。是的，我们再来有请滕正群教授。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谁上台，美国政府
和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都会不同以往。这句话基辛格的去年曾经说过，但是他当然是在一种不同的语境下表达这个意思的。但现在看起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一个本质的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这个变化呢已经发生，特别是我们看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把中国定位主要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来说的话，在美国上上下下，从政府到智库，甚至普通老百姓呢，都认为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一场持久的战略竞争。所以从这样一个背景考虑来说的话，美国对华政策呢做出一些调整呢应该是必然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那么美国面临着很大的疫情，经济下滑，族群对立，这个国内矛盾非常尖锐。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到国务卿布林肯都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就是说美国现在面临的这种问题，这种挑战来说的话，你要不修理好的话，要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话，可能几个来回下来就会败下阵来。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注意到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要加强国内的各种力量整合，同时呢在国际上呢也强调包括加强价值观同盟建设，军事同盟的这种强化。那么从这两个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呢，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它可能是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双方呢已经认识到这种竞争呢应该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不是说那个美国通过剧烈的跟中国对冲来把中国压垮，这个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些选择。所以现在美国调回头来跟中国进行合作进行竞争呢，它必须要同时进行，必须要保持在一定分歧管控或者是危机管控之上的这样一个竞争与合作。那么未来的话，中美两个关系呢可能竞争呢大于合作，但是呢合作呢同样是维系两个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是的，冬天总会离去啊，昨天是立春，相信中美新时代的一种曙光即将到来。谢谢在莫斯科的宇光，在北京的滕俊勋教授和在上海的沈毅教授，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